洗衣机现在已成为我们家居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便捷机器，但它同样是霉菌的滋生的。说到清洁洗衣机，很多说用漂白粉溶解雨水然后倒入洗衣机运行，但这种方法其实很伤害机器。一位老保姆一直用土方法来清洁，小编请教他之后觉得效果很不错，分享给大家。洗衣机潮湿的内部是霉菌繁殖的温床，霉菌碰到水后释放出孢子附着在衣物上，洗衣次数越多，衣服上的霉菌孢子就越多。这些细菌虽然不会引发大疾病，但容易引起局部皮肤病。接下来小编就教给大家几步洗衣机的清洁小妙招，简单七步教你清洗洗衣机。一、首先用200毫升的米醋浸湿毛巾，并将其放进洗衣机甩干。二、污垢在洗衣机内桶壁里，这样能让米醋匀速地喷洒在洗衣机里。三、随后放着不动，静置洗衣机一小时，让米醋软化污垢。四、将小苏打融入水中。五、将洗衣机调到最高水位，随后将溶解了的小苏打放入其中。六、洗衣机运转5分钟后关掉，然后再浸泡2个小时。七、最后再漂洗多2次就 OK 了。切记一定要2次，污垢就可以简单的清除了。友情提醒，洗衣机若不清洁容易导致皮肤发炎、皮肤过敏，所以一定要定时定期清洁各位的洗衣机。